以前的模样了。哇，没想到你的法力这么好，太好了，谢谢你火柴神。啊，是不是啊，我很厉害吧，我是万能的火柴神啊。哎，对了，接下来第二个愿望呢？第二个愿望，我还不知道哎。哦，我们先回城堡去吧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就回城堡。哎，对了，小朋友啊，跟你们说，刚才在这一趟旅程里面，我们又走又跳，又唱歌又跳舞的，哇，做了好多运动。其实啊，他在这些运动里面早就瘦下来了，变回来只是花我一点点法力啊。小朋友要记得多运动哦。哎，公主，我来了。哇，我现在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啊哈，其实这是一个阴谋啦，这是一个阴谋。其实那个捷克皇后哈，其实捷克皇后并不像你所想的那个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也知道高啊。不是啦，我跟你讲哈，哎呀，不要。捷克皇后其实呢非常非常的有气质，而且很漂亮，很漂亮，而且对人又很好，非常好，从来都不会找大家的麻烦。没错，我没有看到他我都想跟他说，捷克皇后你好棒，你好漂亮。哎呦，哎呀，捷克皇后你怎么在我背后啊？对呀，哎呀，你真的太漂亮了。是的啊，亚当不错嘛，你可以去后台领便当了。是的，我也吃便当了。你先走，要不然你娘又要被皇后扣代币，也不好不好。先走。啊，皇后你来正好啦。那个哦，啊，乔伊公主呢？怎么那么久没有看到乔伊公主去哪里呀、啊？乔伊公主啊，乔伊公主森林里了啦。啊，森林。啊。怎么有这么多恶魔都这么吵啊？是吗？你是哪里来的野孩子？千万不要乱认父母哦！我可是堂堂的捷克皇后。母后，我是鸠里公主啊。你是鸠里公主？我原来的样子喽。真的是鸠里回来了呢！太好了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。还变瘦了？变好漂亮啊！好漂亮，而且以后会比你还漂亮。既然你变回原来的样子，变得这么漂亮，那我也要变回原来的样子，把你赶走。兽父王，你赶快走！快走！原来母后一直要害我，火柴神，救命啊！火柴神来呀！赶快许愿啊，公主！公主，赶快许愿啊！好，我希望火柴神可以帮我打败怪兽，打败母后。好，火柴神听到你的愿望了，怪兽大命啊！小朋友，来帮我们的火柴神加油！不要管我了，趁我还有最后一点点法力的时候，哎呀，赶快许下你的第三个愿望。火柴神，我不要第三个愿望了，我只希望，我
我才想活过来，不要死。小朋友，你看你们有些不守秩序，都拿球丢到我们火柴神了。现在我们全部坐下来，你看火柴神已经死掉了啦，手不能放台上了啊，小朋友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恢复自由了。哎，娟姨公主，为什么你在哭呢？不要，我宁愿不要回来，我只希望火柴神复活。啊，那难道你不要食物，也不要金钱财宝了吗？我不要，火柴神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只希望他能够复活，这是我第三个愿望。啊，这个愿望有点难达成哎，但是只要有现场好朋友的帮忙，就可以达成哦。你们愿意帮忙吗？我希望火柴神活过来，火柴神。神吗？是，我是火柴神。哦不，其实我是汤姆王子。汤姆王子？对，这都是因为我以前太自私自利，从来不会帮助我的人民，因此才受到上天的惩罚，变成火柴神，只能帮助别人实现愿望，却不能帮助自己实现愿望。谢谢你，救义公主，都是你才让我变回王子的。父王，周易啊，这个哦，爸爸以前哦都只希望你赶快变漂亮，他忘记你哦这个心啊，这么善良，这么温柔，这么的爱爸爸。周易啊，你原谅爸爸好不好？父王，没有关系的，我一直都是爱您的。好，太好了，我好感动了。汤姆王子，我要把乔伊公主交给你喽，来，掌声鼓励鼓励。